好累啊，怎么那么累？好累哦，怎么那么累？再来玩一下。你要上班？我以为你还是学，我以为你是国中生欸。Hello， 安安呢？谁是谁？感谢落雁的会员。这个可以哪里下载？你搜寻 Pocket 就有啦、啊。你搜寻 Pocket 就有喽。我们来为台湾加油！对啊，虽然台湾又回到第一名了啦，不过是最近才开始玩的。我说看输泰国完了，我们要追回来。就才开始玩的时候，台湾又第一名了。那我白痴，我也是用滑鼠点的，那天点半天，然后一个一个慢慢点。后来是有一次不小心没有切冲，然后打字的时候发现叫哦，原来可以用键盘哦，这是世界三贤呢、欸。香港也快追上了，香港很快哦。好吧，我们开始。看一下哦。我们台湾好变态，是那些人太闲，好不好？不是我们台湾变态。啊！我本来宝可梦不是有新的那个吗？作品，钻石珍珠。我想说对那个还好，因为不是人物变缩小成像这样子的。我想说哦，他还好啊。但是后来想想，我真的一直都没有买 Switch， 到现在也都没有玩那个宝可梦，还要买一个我看。好像点数什么鬼，就一定会有开修改器，什么修改器点点程式之类的啊。那像我就真的是佛心在点。想到就点，想到就点。哦，看一下、哦、今天要画的。云南安安，晚上好啊！好几万个机器人去说，一定有的啊，每国都有吧。我是不该开台玩光遇啊！啊！然后还有人去分析，就是说你点太快的话会不算那个吗？不算说是都点的。因为说点到那个猫咪的眼睛发光，但是侦测到说那是用，不是人的手速点出来的那个东西，被判定成说那个不是人点的。声音感觉好累哦，今天睡了，早上睡了两小时嘛，就是五点睡到七点起床，然后就剪片啊，用的有的没的，然后去看医生。然后看完之后大概一点左右睡到六点起床啊。哇，十三安安啊，我已经让你慢慢搭电梯跑图，我知道，我想说你要不要快一点呢、啊、我可以低头。
小子，我剪了剪了。我想说，我因为跟优花跑图，我偶尔会低头嘛。那这是什么图啊？哦，回到钻石珍珠的话题，就是我本来兴致不大，可是那个钻石珍珠它有一只宝可梦，我想就是想要说一直想要那只宝可梦，那个就是长耳兔，就卷卷兔啦。然后想说啊，我又说我喜欢玩，我喜欢孵蛋嘛，然后就想说啊，玩买来玩，然后就专门在孵蛋这样子。因为我想要瑟薇的那个长耳兔，我宝可梦 GO 一直没有拿到，那时候什么复活节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办法认真玩，啊，昨天也是太累了，我昨天就又大爆睡，睡到了。快18小时吧，怎么办？我的脸要被毁容了，讲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好难过。嗯，原本还是要播版权歌呀，但想想说，会不会画完之后又在玩什么日麻什么之类的，就想说啊，不要，那不要玩日麻。哦，不要播版权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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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插播，你自己唱就行了。插播什么？你是说播背景歌？嗨呀，弟弟。要不要顺便去医美？欸，那间诊所也有医美。我医美是干嘛的啊？打美白针什么之类的吗？还是什么？我不懂，我不熟，不明白。我想说，如果毁容了，我就去整形嘛，把鼻子整挺一点啊，下巴修尖一点啊。微整形是怎样微整形啊？做什么的啊？请整成我男神的样子，我不要啊！你男神那么多，打肉毒垫鼻啊？欸，那我要去垫鼻子，我想要让我的鼻子挺一点。这什么太可爱了吧？隔壁的说想要这种脸，我想说这种脸不就是我？他一直形容不出来这种脸是什么东西，直到他贴了一张图给我，他说啊，这就是我平常画的表情符号啊。他说他妈的，谁会知道这是我常画的符号？我说哇靠！欸，那个雨啊，抱歉，一直让你等，别讲没事，不许你这么说，不许你这么说，等一下想尿尿啊，这个应该不会上传什么说辞啊，这个才一个表情符号而已，上传什么说辞？
为什么这动画跳不过？我在搞什么？我在搞什么？前面我在搞什么？你嘞？你在打什么字？乖乖的这样子，我想尿尿。哎、欸，我画面很黑呢。Hello， 现在有人吗？我会飞你重进来吗？画面黑掉了、欸。你等我一下，我画面黑了。去吧，去哪里？哦，你说尿尿，好啊。尿尿，所以等等，隔壁台，他开台讲，签收，不用啊，我直接敲他，直接传给他，管他怎样。他爱收不收啊，这样子。好大根的呆毛啊，我的风格就是这样子啊。感谢雨，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去尿尿了，我去尿尿了，我去尿尿了啊！广告，广告。我好想把画面倒带回头，你留在我心中，熟悉的表情，我回来了。对呀、啊，那个 W 不要超过三个哦，被封留言我不知道哦。我只能说你被 ban， 你活该哦。什么画？什么怪？今天早上还有手感的啊，早上画了。早上给他画图的，对啊，那个唐禹哲哦，两宇宙相对应的心互相吸引。哦，我昨天去找他的歌啊，因为我还蛮喜欢唱这首的。然后在 YT 上叫高清版的，哎，天哪！我就觉得哇，科技的力量，现在有高清版的，那时候看到总是毛起。现在这边那么严格，严什么？你是说超过三个 W 吗？来啊，你试试看聊天室的打四个 W 看看，现在开放看，
开放十秒钟哦，第十一秒的时候要被 ban 掉。看水利，就之前就有人就是说想要被 ban 啊，那我说不太想 ban 那个人，就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打等于等于跟超过四个表情符号这样子。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停停停停停。咦、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你是不是离线了？不是你啦，是杠杠啦，隔壁台的杠杠啦，隔壁的观众，他说想被 ban， 然后我说不行，就只有他不行。然后他说他就是想被 ban， 然后所以他就想要刷表情符号，然后搞事。我说不行，要乖，不要闹，这边不是你们那一边的台。这边就是怪怪的哎、欸，刚刚今天替平头关闭四个月的刚刚，对啊。我记得新训是12天嘛还是20天、欸、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北七的东西，天下无难事，下一句要接什么，好、哦、难怪看起来怪怪的，我太高了。安安好，天下无难事，下一句只剩下女士跟北齐，只剩下女士哦，你们猜错咯。好烂，我听到觉得超好笑的哎、欸！我在每次我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在抖音上看到的。还有一个是很好笑、喔，如果前面有一个坑要你跳下去，你要怎样才能爬上来？然后面试的人就说：“我会把我脑袋里面的水灌满这个坑，然后让自己浮起来。”然后面试官就说：“你脑袋有这么多水吗？”然后面试人就说：“我脑袋没有水的话，怎么会掉进这个坑里面去嘞？”这超好笑哎、欸！好，我还有啊，我那我继续讲哦、喔。他说，你今天开超级市，那个就是开间超市，但是附近已经有很多超市了。那你的超市名称要用什么才能吸引到大量的客人？然后面试的人就说，面试人的答案是说超市入口。我觉得哇好猛哦、喔、虽然我当时真的很讨厌抖音啊，
因为抖音上面真的是太多，就是那种就是抄来抄去还是什么的。可是有些东西真的要在抖音上才看得到。对啊，就自己蛮喜欢看一些北兰的东西，还会有时候可能在那个高校上面，或是在跟其他人同乐的时候，临场反应这么快。我这讨厌画五个花瓣的樱花、欸，画不好就很奇怪。然后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天下无难事》啊，然后那个面试那个来应征的直接秒回说只剩下女士了，看到直接笑死。没有啊，只是就不要太认真啦、啊、这种笑话就是看看就好，你去认真就变得不好笑了。很多时候笑话你就是看着笑笑就好，你不要去跟他认真，你认真的话你就真的是输了，输你太认真这笑话就变得不好笑了。好吗？诺音看不出来是诺音吗？我的天哪、啊、那我画画真的要去再练一练。啊、可是其实诺英他这边有很多花瓣啊，我真的都懒得画了，就觉得人家给你钱，你还把人家的设定那边乱改乱画。哎妈的，你们隔壁在画图送给诺英，我只是画一个步骤图而已，然后你们画不好还在那边怪我说我是照着繁星的图画的、欸，我说我靠，干我屁事，那我为什么可以画成那么好，你可以画成这样子？没有啦，因为他好像都有把你们画他的通通存下来，因为毕竟他跟我说很少人会画他。我说你是说那种粉丝正图那种东西吗？他就说对啊，然后说你不用想太多啦，不用想太多啦。有这句吗？哪一句？什么哪一句？他是很期待色图，对啊，啊，但是我就是不会画色图啊，我没办法、啊。上次画的那个 R17 的，我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好吗？我平常是不画那种图的、欸，刚看了四年前五十箱哦，背面好久不见，今天广告超多的，有吗？四个了吧？啊，不不，两个了吧？广告吃起来啊！那这样吧，那边怪怪的吗？来，站远一点，来，再近一点。不是点点啦。下次可不可以画巧克力？我不要啊！你可以委托我画，但是我不一定会接啊。好靠北，嗯，感觉哪里怪怪的，还是怪怪的。这里感觉这边少了什么呢？其实我最近还喜欢，不是说最近啊，我一直以来都喜欢一只，也是一只宝可梦水系的，
我发现我比较喜欢水系居多哎。好，那个宝可梦叫玉齿飞鱼，因为很多人以为那只是红鱼，可是真的知道那只不叫红鱼，它很可爱，它嘴巴是长在前面，而不是跟红鱼一样长在它的肚子下面。点点是兔兔吗？对啊。哦，我知道哪边怪怪的了啦，下巴啦。他这种图，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完蛋了，我没存档。啊！完蛋了！我画面宕机了。靠腰啊！喂喂喂，有声音吧？是有声音吧？但是，哎呀！不是电脑爆了啦，是这个软体卡了。对啊，有声音啊，但是这个不听话。嗯，看看我没有截图到哦。嗯，有。阿尔吗？嗨，阿尔，好久不见！哇，过来第一句话现在是上香，封闭城市。是啊，不是啊，它出现，你因为储存是否留该档案？啊，画面也不给我点啊！完毕。靠，哭哦！工作管理员啊，这告诉我们要随时做好 Ctrl 加 S 的习惯哦，要跟我一样哦。还好我有萤幕截取，很北蓝耶，吓死人哦。存档另存新档。这个没有，如果连萤幕截取都按不下去，那才叫哭啊！啊，我只是说你下巴不对而已，就给我搞这招，你是不是远端那边害我啊，诺音？哦，聊到刚刚的话题，就是怎么讲，像玩动森嘛，那时候有看到那个，这个叫啥，唐吉大斗虫，嘿，那时候觉得哦，好喜欢哦，但是我对独角仙又真的还好，就比较喜欢就唐吉大斗虫。他的脚长长的，那如果这次玩钻石珍珠有赫拉克罗斯，就跑去抓。哎，钻石珍珠还没有 Mega 对不对 ？Mega 是黑白版才有的吧？记得没错的话，不是 Mega 好像是 XY 才有的，对不对？哇，那没有了。要求哦，萌萌，可以当我师傅吗？不行，
那些以前被我叫师，以前叫我师傅的，我通通封锁掉了、欸。擅自叫我师傅的、啊，不管是妹子还是棒子，我一概都通通把他们封锁掉了。那当时觉得自己没什么东西啊，被叫师傅什么的，我觉得就只是要么是攀，要么是就是来闹的。所以当时我封锁一个马来西亚的妹子，她跑去跟别人哭说我这样对待她。我说不是啊，你这样到处认师傅啊，明明就只是看我的图，就在留言底下叫我师傅，我就觉得这样子很不对啊。我有学画画没有欸？谁？发生什么事情？谁是提斯士啊？谁啦？你们玩笑、哦，一直提斯生活就变了，怎么界定私生活？哦，这就是看怎么讲，个人问，只要问到个人问题吧，就好好看台啊。你突然问我说繁星几岁，然后繁星喜欢吃什么？繁星真的跟巧克力在一起吗？干你屁事！这样子，我有没有看到啊？是有人问说怎样才叫私生活？我只看到这一句话而已。你确定只有一句？那就删掉吧，啊 ，ban 掉吧 ，ban 了吧 ，ban 了，天下太平。目前钻石口袋应该是那边都会休息，所以不会有钻石口袋可以玩。有台龟吗？找不到。有啊，因为台龟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到哦。我是不是少做一件事情啊？我吃了药了，然后嘞，还没擦药。好啦，当先搞啦，啊，怎么歪掉了？繁星学画画几年，画画好强哦！我摸绘图板已经11年了吧？可是画画就只能这样子啊，不像最近那些十三呐、冰沙、千石啊、蓝蓝啊、电池啊，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啊，那一群小小绘师，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通灵王都会说。下一代能力最强，因为为什么那些通灵王的大人，通灵人那些大人都不去参加通灵王大战？原因我终于知道了，一代比一代还强。你们这些强强的新世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买新的绘图板这件事情。我新的绘图板。干嘛啦？说明怎么不见了？哦，我用很早前。你们等我一下哦。哦，水里啊，因为这个可以套用之前的东西，所以我为了封面这个东西，我把之前还没有加说明的那个拿来用。哎、欸，怎么用？还是你帮我用？等一下哦，安排直播时间。哎、欸，对，说明不见了哎。安排直播时间。
因为那个谁，那个 YT 他今天我在开台的时候，我发现他店面变了，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说明不见。欸，还是你可以打说明给我，我复制贴上去。对啊，欸，我通通不见欸，之前所留过的都不见欸。等一下哦，欸，雨要先跑别的吗？哦，好。说明好像不见很久，不见很久吗？一直都没有吗？啊，怎么没有人提过？很早就被吃掉了，哇哦，酷欸，酷欸，好啦，开工，哎，我想尿尿了。欸，话说那天轻松高效啊，不是酱油提到什么蛋包饭什么那个鬼问题。我跟你讲哦，基本的蛋料理我会，再进阶一点的我就不行了。所以我是不会做菜的人哦。那今天真的骂说什么做菜难吃我来煮之类的，这种话是不可能。我是说哦，今天我们还是叫外卖好了。今天什么为了庆祝什么什么，我们还是叫外卖吧，这样子，顶多这样子吧。想知道繁星的图会保留在原档吗？会很留从原档哦，会啊，我以前不会啦，我以前就是像比如说诺音酱画好了，我画完之后可能丢到 FB 上，然后就把原档跟原图删掉，然后反正 FB 上面载的那个找得到图。我以前是这样的想，我以前是这样的做法，直到换了电脑之后我才会开始慢慢留档案。也不是，你广告吃好吃满，那很棒啊！我去别人台都在吃广告啊。然后我也讲过很多次，你今天画画再怎么样，你就算在怕被别人看到你的旧的作品，你顶多就是隐藏起来自己看到，你也不要去删掉它，因为其实你删掉的话，吃亏的是自己啦，因为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作品，就知道自己以前的图到什么极限嘛，因为当时一定是你画画最极限的时候，你留下来的话，你可以拿来做对比。就知道自己进步了还是什么的，那之后可能跟其他人分享一些什么以前黑历史的话可以拿来玩。啊，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很多以前学生时代的作品，因为那时候画在课本上面，那课本都扔了，好后悔哦。有那个课本很精彩欸。如果你开这个来看我的台的话，那你还是不要来看我的台好了。你不要装外挂来看我们这些
努力，也不是说努力啊，就是我们这些靠广告吃饭的人，懂吗？我们就是靠广告在吃饭的啊，你故意就是挡广告的话，就是断我们的后路嘛。如果你真的不了解的话，怎么讲嘞？如果今天你家人、你爸爸、你妈妈在超市上班还是什么，那就是因为疫情嘛，那开始客人变少了，你收入变少了，那逼不得要裁员，或是你爸可能会要多兼职几份工作。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你还是不要来看我的台好了，因为我们的台就是一定，我们就是靠广告啊。如果你不靠广告的话，那你来超级留言我好了。啊，或如果你今天是买那个 YouTube 会员的话，那才是也有帮助到我们。修 Q 是吗？我刚才说一句话就被 ban， 这台真凶，而且台规什么都没有说，随便 ban， 有吗？有吗？你被 ban 了什么？老巨 ban 了谁？这台凶不是哦，我先跟你讲哦，我这台凶归凶，可是不会随便乱编人哦。如果误会了你那个怎么讲？啊，那我要找你的你被编的原因哎。哦，他其实很早以前就有在问一些问题了。对啊，我这台不会无故 ban 人哦，不会像诺音，可能我可能在诺音台打个字就被 ban 这样子，打个暗暗就 ban 我这样。我说问了一句，我就说我没跟他在一起啊，我那时候讲啊，还是我没讲，我有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不想开台画诺音了吧？好啦，我关台啦，我道歉啦，钱还给你啦，好不好？好啦，如果今天就算我们在一起，那又怎样？那干你们屁事啊？你懂吗？连哈基跟团团真的在一起又怎样？那也是他们的事情啊。这不算私人问题，这算什么问题？哎，我只能说你活该被ban啊。听到唐安，还是你觉得这不算私人问题？那如果今天你回拜拜回，那不是过年回家，你那些长辈问你交男朋友了没，交女朋友了没，月收入多少？他、啊、怎么还宅在家里？这样有收入吗？家里死了几个人？你会想要听到这些话吗？不是很多，我讲也有很多台都是因为你们那边闹，你们觉得不算什么的东西，他、啊、已经牵涉到人家的私生活。你 要去看看影月的台。也不是影月啦，白痴哦、喔！因为早上影月的台一大堆剧透还是什么啊？那他的聊天室的那个观众就觉得说，啊无所谓啊，反正你等一下碰到的东西啊，先跟你讲一下，给个预防针。啊，对我们来讲，这就已经是剧透的范围了啊！啊，他觉得剧透无所谓啊，懂吗？乖乖看台就，反正有什么诀窍吗？
没诀窍啊，就只是你要知道你的走的那叫什么，记忆力哦，那叫什么东西，走的记忆吧。你看，就是你要有本事，就是你画线的时候是可以像这样子画，不要每次就是像画这个画半天，画半天，画半天 ，Ctrl 一半天。哎咻，还是说我今天画谁，我就跟谁在一起？哇，那我要画那个谁，马云，我跟他在一起的话，哇，不求钱嘞。好烦哦，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画图，不画图啦，讨厌开台。你看，找一个讲什么广告，然后那边打说 AD Block 的人，那个我就想直接 ban 掉了，讲都不想讲好吗？直接不提醒了好吗？这是赛啊。我今天本来是要挂别人台上画画的，我想想，我昨天没开，啊，可能明天又不会再开，可能我会连续三天没有开，然后可能收益变少，好不容易频道有稍微成长起来，然后又因为自己身体太差，导致说又没再开台，啊，又真的不知道开什么，本来想说。还是画完之后开日嘛，我就在这样想。现在想想不想开，我画完就关台了，不画了。想说只是画个台，不画个台，画个图聊个天，也可以问题这么多。那以后我开这个台的话，我要开会员限定。哎、欸，真的会有人开会员限定的台吗？可能一些创作者吧，可能胡子他们才有办法这样子开。那就只有会员可以看得到的台，我的天啊，很恐怖欸。可以，你们那些绿色的磕一个头啊！你们想一下，那些没订阅的，有些是学生没有钱，懂吗？我不是什么一定要靠你们的订阅那些赚钱，那赚不到多少啊！不是说赚不到多少，是。我的观众会员数不多，所以我如果只开那个的话，死的是我自己。有会长常开，不是那个是他们会员数够多才能这样子玩。我今天会员数很少。对啊，我其实一直都是站在你们很多的啊，不然怎么会是说什么毒蛇什么刀子嘴豆腐心？那、啊、我当然很多时候都站在你们立场在想啊，不是学生也没钱哇，你好像以前的我啊，我画个图问题也这么多，我是不是也不适合画画台啊？我先存个档，好恐怖哦，零存。哎，我剪片会很习惯按 Ctrl 加 S， 就只有画画不会。我虽然知道他们也是出自好奇心，毕竟我们两个互动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正常都会这样问啊。啊，有很多人是问说你跟巧巧真的在一起？我怎么可能在一起？好吗？他就算今天真的变女生，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好吗？今天真的是天下无难事，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可以吗？只是有时候真的我们两个会彼此放水嘛，就像玩鬼抓人还是什么的，我们留到最后都会互闹，然后可能就是不会把对方打死，会那边让节目效果更好看之类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感谢新会员，如果喜欢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然后就上次有讲过，有一个观众就是太认真看这件事情了，他就说你跟巧是 CP 耶，你怎么才可以这样对他？
然后那时候就是啊，这件事怎么又在提了呢？那件事情就是，他是另外一方阵营的人啊，我是我方阵营的人啊。那时候是玩那个啦，狼人杀，因为他是好人阵营的，啊，我是狼人方阵营的。然后我就只是想说好玩而已，这样子。我说好啊，跟怨灵联手这样子。啊，不是啊，有很多跟怨灵联手的事情啊，好怨灵或坏怨灵而已啊。然后他把那件事看太重，就说你跟巧是情侣耶，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你口气可不可以好一点，什么之类的。因为对啊，就像比如说今天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新观众，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就是会一直宣导一些重复的事情，可是真的是宣导太久了，很累了。然后每次问的问题都那一些啊，也是为了那些不懂的人开了机器人给他们看那些 Q&A 还是什么的，就还是照问，我就整个放弃了。你知道耐心是会被磨光的哦。小孩子不懂事，所以我之后有几次也是说，你们今天去发问问题可以，你们就说安安，我是新来的观众。然后对你可能就是新来的嘛，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台规嘛。啊，找不到台规的话，我们扳手会帮你把台规叫出来，那你再去看。啊，因为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想说，对啊，毕竟还是会有新观众嘛，还是就是耐心再多一些，再播出来多一些些这样子。对啊，欸，耐心被磨光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胖子凶起来特别凶？不是胖子啊，对不起。那些好先生，还是那些比较善良的人，不是善良的人，心地比较好的人，突然生气会这么凶，那就是因为耐心被磨光了啊。平时应该要凶的就不凶，一次爆发起来，你能怪谁？而且我前阵子本来耐心就已经很差了，我是好不容易是调整心态，再重新就是看中可能观众今天有些是新观众，然后不懂这件事情。我没有歧视胖子，人家都说胖子，人家什么胸怀大志、心胸宽大什么之类的。找一下 DC 你可能要从赖群里面找哦。我们赖群有 DC。啊，而且最近又有很多是像诺英那边的啊，或是一些 B 圈的观众，所以我就知道你们会觉得我们这边台规特别的多，然后可能就是会特别严格。但是我们严格，就是我们严格了几年下来，就是也讲了啊，我们观众品质就是有管控，好吗？我们是 GAP 还是什么那个？有在管控品质的，就不会像说伦哥事件有没有？我那时候可能带去诺英麻子或是米亚台，所以大队那边老评还是什么的，我每次都说你们要乖哦，带你们去那边给我乖一点哦，不听话你们就完蛋了哦，不要造成人家不便哦。繁星看起来比你还年轻，没有啦，我快被毁容了啦！我在提这件事情啊，我的脸快没了，我的脸脸儿，阿长安安，辛苦了，辛苦了。
以后这里会变高品质留言台。没有啊，就是一些不用脑的留言，我看到我自己是直接删掉。啊，有没有收到高品质留言啊？还是有一大堆会下意识打出双等于，因为可能太直接了吧？我可能就是太白目，然后就是讲一些让人家很想据点的话的时候，就会有几个人真的很想打等于，可是就是制止住了嘛。有时候我也是讲说，不小心打出等于，这个真的是不小心的，就是真的要放宽一点。对啊，其实有啦，那个我有隐约感受到，其实他们对于双等于这个东西，其实有稍微的变好。因为我自己平时如果遇到真的是很夸张、很好笑的事情，我也是打双等于。你很压抑自己的，我也很压抑自己的啊，我自己都想打双等于了，好不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布窝这边的规定，其实就跟阿米狗那些规定都大同小异嘛。小雨台、音乐台、团团台，其实我们的规定都差不多，不能洗屏啊，不能问私生活啊，不能问，是吧？不能打双等于啊什么的。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个共识啊，就其实我们台规就是差不多，就是因为台规差不多，我们才会。就物以类聚嘛，大家就是会因为这样子凑在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看替身使者会彼此吸引啊，讲到替身使者我要卖一下诺音那白痴，因为半夜那个谁啾啾在那个马拉松，然后他那时候半夜在跟杠杠在弄那个他的企划，然后突然他就突然问我说哎，达瓦鲁都是什么。哦，沙瓦鲁的是从九九里面出的啊！因为我说你赶快去看啦，九九真的很好看。我那时候也是很排斥他的画风，可是看一集之后就是看第二集、第三集的这样子。然后啊，我就问他那世界的英文怎么用、怎么念？他跟我讲说 “say 改”，我那时候听成 “sk”， 我就马上破文打 “sk”。他说是 “say 改啦”，不是 “sk” 啦。我说哦，好啦好啦好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英文呢、欸，你总跟我讲日文。我就说英文不是惹我的吗？然后用罗马拼就是渣 ，W O 就是蛙 ，L O 就是鲁，然后 D 就是斗，然后就说傻瓦鲁这样来的。因为那时候在播第三季，就是日常那个谁，那个不灭钻石，因为在播不灭钻石，所以那时候。我说不灭钻石真的还好，你真的要看的话可以看星辰远征军跟那个黄金之风。木棉花在放还吗？真的我从啾啾开始看是先看第那个黄金之风，之后才是看星辰远征军。没有啊，不灭钻石是第三季，它的一二季是算一集第一季啦。就是乔瑟夫跟初代的那个，他们两个是同一季的。对，杜王庭是，我觉得杜王庭还好。杜王庭把啾啾变得太烂了，虽然人家都有那种主角光环，可是把啾啾变太烂了。我现在也在期待那个啊，十只什么鬼的，因为我也本身也只是后面才开始录啾啾的，入坑啾啾。你只看不灭钻石哦？为什么？黄金之风很好看欸，牛郎团欸。石之海，对啊，聊天室右下角也有，有啥？我有放聊天室吗？白金之星就是星辰远征军呢、啊，
就是陈太郎。而且我那时候喜欢那个白那个就陈太郎那一季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能力背景就开始从一个看不见的技能变成说一个有形的技能。他从就是可能今天是用那个用气好了去攻击人家还是什么，变成说用一个看得见的念能力去攻击人，所以人家才会说第三季开始比较好看。然后他的技能内容那些都是什么？前面是卡罗牌，后面是埃及的一些东西，埃及的神。米安安，你今天怎么没开台？还是你有开我睡死？螃蟹不要再咬了啦，我回家。干咬这小啦，对不起，我的游戏在被螃蟹咬，我很生气。对啊，所以那时候你可能在看我狼人杀，不是会突然我当猎人，都会感谢白痴哦。白痴哦，感谢麻子超级留言，不要乱给钱。连休息没开啊？怎么态度？我要唱一首歌哦，什么态度？然后穿上自信的衣服，换上自信的脚步，怎么都完美演出？什么态度？没有，你很辛苦，你需要这笔库钱。哎呀，你要投诉我？我还是有存那张图，你等我一下哦。浏览什么态度？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变数，等一下哦，找一下。我今天在跟那个麻子在分享那些图，海绵宝宝的图。在哪里啊？我没有绑架，我叫你存。所以我目前有在看的就是麻子、米娅跟诺英的台啊，所以我会想要帮他们三个。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妹子，是因为我只看，对，他们是妹子，没有啦，主要就是也都看到在努力了，在考你，客制化骂人没有啦，阿志啊，总结看妹子，妹子香啊，声音好听啊。虽然我有去看咪姆嘛，然后冰恋的台啊，可是冰恋台要等电脑好才会开，没差啦，给老婆钱奠定第一的，而且夫妻共有财产，哎呦，没事，我晚点带，我改天带老居过啊，明啊，等一下晚点十点半，那个诺英跟麻子会开台，你们通通先去订阅他。虽然他很不想要我这样子做，但是我不管，你们可以去订阅他啦，他其实就是真的很努力的在哭，没有啦，他真的很努力。然后待会十点会跟诺英玩的，就是这位。所以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到他的频道哦。哦，对，米娅也可以，米娅也可以顺便一下嘛，这样子。
两台都订了。你得考你了，我要把这张存起来，好好用。储存图片，然后剪片打图。他传了一句是在考你给我，我觉得很有用。打图，啊，按错了，白痴，没有覆盖啊，重来重来。剪片素材。打图打是在考你啊，其实这边啊，看到还有地方没上色。哎、欸，我画太久了吧？这个图要画一个小时。我是在存这个颜色啊，等一下。哎、欸，雨啊，你到了就吼个几声，我听得到。嫩画这么久反省了、啊，我刚刚还发生事故，你知道吗？我的画面是当住的，但是我的台还开着。我叫我嫩，比起你还冰沙，吼个几声吼啥？哦，对啊，叫他吼啊！我们在光遇啊，那你不要用吼的啊，你是连八好了。你继续开分账啊！好，加油，加油，加油！让我们的扳手有事做。感谢你哦！能够想做少了。好了啦，画完了啦。学徒安安，有吗？学徒，嗨！啊，你那个什么69号公路玩完了哦？另存新档，储存。叫什么？安详的诺音。另存新档。好了，我要画自己的图了。耶、yeah, ，诺音结束了，换自己的了。好，要按错。谁？马匪吗？马匪在闹吗？他说他要画安详的样子，我说安详是怎样，是死掉虚脱吗？然后他就找一张图给我，我说哦，你的安详是这个意思哦。刚刚讲的就是我今天下午有跟那个麻子讲，我说我喜欢的是这种鱼，嗯，是这个，他的嘴巴是长在这边的，然后他是这样子的鱼。有点像兔子，它叫福分，就是宝可梦的锯齿飞鱼，但是我比较喜欢小只的锯齿飞鱼，这样子，好可爱哟、哦！它好像没这个尾巴、欸，嗯，不是红鱼啦，红鱼的话，它没有这个。红鱼的话是这样子，然后嘴巴是这样子，这是他的腮，这边是他的腮，然后这是他嘴巴。红鱼是这样子，我那时候也在想御三家要选谁，我觉得御三家我只能选火球鼠。
真的啊，你们去搜寻福分，分是这个分哦。然后蝙蝠的蝠，福分不一样，不一样，他们不一样，他们不一样。然后我就是很想画，画就是可能自己趴在福分上面。我看一下哦，他的嘴巴是这样子，然后这是他的前面的东西，然后。有扁扁的身体，这样，我觉得他很可爱，他是这样子，他是这样的生物，画的好像哦，有两个角角啊，青菜啦，但是我喜欢的是这个啦，嘴巴在这边，而且同样是过。因为他们这个是过滤用的，所以有另外一只过滤用的叫做金鲨，所以金鲨也是这样子的，可是金鲨眼睛在这边。金鲨他们说海有海底繁星的称号。嗯，那时候玩动森的时候就哦，金鲨好可爱哦。嗯，那么奇呀、啊。对啊，所以我蛮喜欢，就是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尬意这种有绿嘴的，就嘴巴开开的好呆好可爱。对啊，他是背上有星星啊，都是被称为水下繁星。然后这也是谁 ？Lumi 很喜欢，那时候就是帮他做了一个金鲨标本，有印象吗？动森。我记得还是海洋生物啊，两只，还有两只，另外一只叫，欸，你们知道白鲸，其实白鲸不是海豚，它是鲸，这两个都哺乳类啦，白鲸就是它是嘴巴是这样子，白鲸是。好像没那么肿哎，好丑！在画什么？白鲸，因为白鲸它背后没有这个臀，它就是这样子。哎，好久没跟台，一眼就好多台，好多妹子。我跟你讲，所以我，你有没有水里？你有没有印象？我跟你讲说，那个最近有大批的观众涌入，你再帮我去把人家拉进来，有吧？有没有印象？我就是把隔壁台的妹子拉过来，是白鲸，这白鲸好可爱哦、喔，它这个水嫩嫩的。那另外一个我喜欢就是这只，我真的好喜欢它哦。就是这只啦。之前那个谁。光玉有个问题是你最喜欢的海洋生物是什么？我就回杀人鲸，捕鲨，还叫什么逆戟鲨？你可别欺负他们，不然你会罢工。哎、欸，真的有个观众叫罢工，你知道吗？有虎杀人鲸很可爱啊，
对啊，他的眼睛真的是长在这边，在这里。海兔哦、喔欸，对耶，海兔就是，不是啊，他海兔的品种太多了。等一下哦、喔，我跑个试炼，可能要五分钟吧。欸，说到嘎鲁，我那天在看诺英的台，真是被一个观众的气死。他说什么？你玩这款游戏是学嘎鲁跟那个谁吗？我想说，哇靠，人家玩游戏干你屁事哦。他说什么？那你今天玩麦块是不是学巧克力啊？是不是学繁星什么之类的？啊，不是啊，你今天看诺英的台，是不是学别人在那边看？对啊，跑试炼啊，我在跟雨跑试炼。龙源现实很可爱，可是真的要养，我不会想养龙源哎。很差的那种人啊，对，他后面还挂号，没有恶意。然后那就这句话激怒了诺英嘛，这很白痴啊，他说。那、啊、你今天这个哦，没有恶意的、啊，哈哈哈哈！你怎么那么认真？哦，孤打，对不起，我叫错了，靠腰啊，我没有恶意的，我没有恶意的，哈哈，我叫错名字，没有恶意的，抱歉了。那种很想 ban， 哎、欸，你知道，其实，在你们隔壁台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要 ban 掉，可是就是毕竟我是客人。我只是挂台在做自己事情的人，所以我不太敢，就是以我台的方式来管你们的台，所以我每次都只是看看，就没有就交给你们这样子。你们要看什么？我当时小时候真的就是画金鱼都是这样画，然后这样子，我就只是画这样子哦，然后就画画比赛就第一名。然后海鸥，然后就底下可能就石头，然后水草，然后也就是螃蟹，然后就神仙鱼，先离开了，要直播，好的，加油。对啊，以前就是这样画。海底三根线，对啊，我以前还炒这样画的。还有什么、啊？然后我鲨鱼人家不是都这样子画吗？屌。这样子，那我以前鲨鱼是这样子，那时候老师都觉得我真的是为什么都可以画成这样子，我是这样子画。我就是硬要跟人家不一样，有没有？我是这样子画，我想说这样子画有牙齿欸，可以看得到牙齿欸，我是这样子画鲨鱼的。文常容易看到乱码杀回，谢谢阿里帮我问一遍，虽然教主还是没看到。我看你问什么，对不起。阿文，你问啥？对不起啦，画画的时候没办法分心啦。他告诉我，他原谅我吗？他问了什么？你找我的留言好，我找妹子要好好的捧着，没事文常常看到乱码体谅他，
你整理妹子台交给我好了，让奈巴帮你打广告。大大刚刚有观众问你画诺英的头饰的时候，你选取范围之后就填色了，重播一遍还是没看懂，请问一下怎么做到的？你是说什么意思？你是说比如像这样子吗？像这只鲨鱼。你说像这样子吗？你说这个点下去，然后这样子上去吗？这个就是你用魔术棒啊，就把它圈起来，你就只会在这个范围虚虚线内画画了、啊，这个吗？你是问这个吗？还是啥？好，继续。对啊，所以他们叫我教他们画画啊，我一律建议用魔术棒跟油漆桶。我是油漆桶作家。对啊，神奇的魔术棒呢，很棒哎，魔术棒很好用哎。没事啊，没事啊。不用道歉啊，你要道歉没错啊，就不要放在心上。等一下哦，来，我们再来为国争光一下。他们还有看想看什么动物啊？欸，米娅刚才到对不对？我最近才，我是今天才知，欸，我昨天下载的，然后今天才知道可以用键盘按，然后一直拼命用我的滑鼠按，好不容易按到3000了，然后开始用键盘按就一下到20000了。老鹰可以吗？天竺鼠车车啊，兔子我看过那么多次还要看啊、喔？等一下啊、喔，首先什么天竺鼠车车？欸，说到天竺鼠车车。好，等我一下。这样子。好像应该低一点，这样子。然后下来一点。等一下，好失恋，不好意思。狐狸哟，我狐狸，我最早以前狐狸是这样子画的，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我都还记得，我每次都这样子画狐狸，好丑。这是我那时候高中在画的，对啊。现在狐狸我会怎么画？应该这样画吧。
啊，有什么？等一下哦，企鹅，阿鹅，你不会画企鹅？你企鹅不是都是这样画吗？我、哦、天哪、啊，我还记得怎么画、欸。哇，到这边吗？是吗？忘记了。但水母还要教哦，水母不就这样子吗？哦，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美术老师叫我们做那个卡片的时候，就大家就绞尽脑汁不知道想什么，我就在玩我的东西，然后老师说、欸、你怎么还不画？我说没关系，很快就画完了。就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大堆水母。正常的企鹅，你在鄙视我画的是不正常的企鹅吗？正常的企鹅，想一下哦，好像这样子吧。啊，我不会画正常的企鹅，我都画 Q 的企鹅。然后这样子吧，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吗？我记错吗？还是你是想要这种的企鹅？这样子。还是你是要这种企鹅？我又错过阿文打字了吗？你是用 SAI 画画的啊？就是我跟你讲，你魔术棒，你要嘛就没把握，就是把它这样子一定要连起来哦。你连起来，你魔术棒点下去，然后开第二个图层，你才可以上色哦。哦，还我觉得也很可爱耶，哎呦，是奇异鸟，我觉得很可爱耶，我觉得奇异鸟超可爱的。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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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哦，跑失恋，跑失恋。失恋的那种感觉，你慢慢出现啊，初恋的那种感觉。问一下，失败了，我一直失败，我是废物，我是废物。大嘴鸟好像是奇异鸟，白痴哦、喔！大嘴鸟，但是大嘴鸟啊！对不起，不该骂你白痴。
大嘴鸟就是这种鸟啊。刚还有什么？对不起，嘴豚吗？嘴豚就嘴豚就是比较大只的天竺鼠，不是吗？繁星不画自己了吗？不是画自己会很没动力。我知道啊，我会唱欸。就是喜欢这样的单纯。还有什么？傻乎乎的，超级的天真。大嘴鸟，来。来到的地方，快快到，我忘记了。心动超快，大眼鸟永远停不下来，是吗？那画会员什么会员？我会员也其实蛮多的，也画不完。来画一只一直被说松鼠的白色猫咪好。哦，我白痴哦。白狐狸啊，不就真的是啊，我刚画了啊。我刚画的不是狐狸吗？水滴鱼不用画了，然后我们播。为什么人家抖内没被骂？因为人家有钱，你没钱好吗，麻子？人家有钱，你没钱，我不许你再给我钱。河马，你是说东河马吗？我养你，不行。我其实比你还要穷一些些呢。没默契。好，总知道你传回来了，该该想换头像，来个改改标志啊，改什么改改？你要换什么头像？让你等我，我没看到啊，对不起嘛，对不起嘛，对不起嘛。衣服皱褶好难画，有时候蛮喜欢，我真的蛮喜欢这种的，这种领子。河马哦，河马就是画一只青蛙，然后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进阶版的河马。好了。河马攻击起来真的好恐怖，看到好多河马的影片，好凶的哎！啊，再来啦！我再想要这几天应该是会练习画那个长鳍大兜虫，就动身的那一只。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他哦。好丑，我在画什么？我长脚的蟑螂。欸，海豹、海狗、海狮，我其实还是不太有把握分它、欸。有坏话变成芦根，还是什么东西？不是没有耳朵的区别，没有啊，还有海象，海象就是。好像就是这样的单纯。哎，这海豹好像美人鱼。这其实很多人说海豹就是美人鱼啊。一般说芦梗啊，芦梗就是海牛吧？海牛，海牛，我想一下怎么画、喔。海牛的嘴巴好像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吧。啊，对，你说白狐狸哦、喔，我想一下、喔。白狐狸啊，白狐狸刚就画过了啊，这只啊，这只白色的我没上色啊，白狐狸啊，为什么麻子你的叶子是这个样子啊？那大麻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完了，钻石口袋伺服器要没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不会，那个死掉了吗？我们的李将三世死掉了吗？问一下哦。哇！对，哇！继续打一下，亲爱的，拍拍。看到观众说，我来关心一下下。等一下，是狐狸都不见了、喔。哎、欸，是雪狐通通都不见了、喔，完蛋了！我聊天室有一只可以抓过去吗？聊天室的雪狐。你该牺牲一下色相了，雪狐。蓝莓家的还在，为什么？对啊，而且他咬的是不死图腾诶。哇哇哇！欸，很难过呢。这样很丑，我想一下哦，会吗？好吧，还有什么？你们还要说什么要画的？
吴蒙，你说丁满哦、喔？你要凭印象画吗？就是一个然后手会这样子，然后站直直的，好像狗、喔。感谢雨淋雨，哇，都你在跑，好愧疚、喔。这是一只叫繁星的狗狗吗？没有欸，你要好好说话哦、喔，因为这个还在哦、喔。嗨，麻子，嗨，柯基。其实柯基就是这个啊，看到没有？柯基，请问柯基跟吐司面包有什么区别？海獭。你说海獭还是水獭？海獭不是那个吗？那个会牵手睡觉的那一只吗？因为成这样子，应该这样画才对。发现了啥？我全部剪完的话，一起领。哇靠！好，可以画薯条吗？薯条？你是说写一个薯条吗？哇，你刚刚讲钻石口袋要消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李江会不见，还真的不见了。海天使，想一下哦，海天使是这只马，马纳菲，然后中间是这样子。
可以画自由女神吗？不行，我画不出来，我不自由，我画不出来。长脚的吗？什么长脚的吗？是吃的还是叫的薯条？我说了才问啊。理论上薯条也是吃的啦，应急口粮。当时他的定位就是我的备用粮食，但谁敢真的吃的话，我真的是会扒了他。长脚的嘛，我就画一只马长脚就好了啊，马马马。鱿鱼啊，不就是那个啊？哎，鱼，你到的时候再扒，我再飞过去好了。球鱼，我想一下哦，球鱼不就是，当然少人厚啊，跟穿山甲长那么像。欸，对，我稍早看到有人提恐龙，对不对？我真的小时候最会画的就是恐龙。可是长大后就没有研究恐龙怎么画，所以那时候宝可梦一出来，我画喷火龙那些画得很快啊，然后就长大后就没有再研究暴龙那些要怎么画，这样子，小短手，对啊。好丑哦！举报什么东西？你到了，这么快哦！以前比较讨厌是画三角龙啊，可是画完就很有成就感。三角龙真是爆干难画的。这样子，哦，好可爱。翻车鱼，你是真的想学想画，还是只是想看啊？这样子啊，什么动物适合嘎嘎？很爱吵的鹦鹉吧？而且是巴丹鹦鹉哦，你要找巴丹鹦鹉。巴丹鹦鹉有够吵的，但又很可爱。巴丹鹦鹉就是有后面有这个，然后藏毛会很像那个凤梨，它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夸你可爱没？没有特别会改。漫威啊，对啊，阿旺也是说看到我画漫威很可爱，他才想要动笔的。我因为我没看过漫威啊，我第一次看漫威也是那时候说啦，我们场次的时候，然后他们刚好在看那个复仇者联盟，然后我才那时候第一次看漫威，我就觉得哦，一大堆英雄在一起那个故事线我完全看不懂。这样子够傻，总会有400多个人啊，是画画随便乱画欸。还有啥啊？对耶，作品还没给他，等一下哦。S， 我先开个 PS， 我先存一下刚刚那张图。我老板，你的图好咯。哦，等一下要尿尿了，等我一下，水喝太多了。另存 PNG。我靠，杯。对不起，闹钟啊，骂脏话了。看着我画，他自己在画。章鱼哦，咦，我吓死了。我喷小金了没？等一下，我被龙撞了。我用看濒临绝种生物的眼神看着他，怎么了吗？你还好，等我一下，我整个金门各种喷，你喷光了哦，哇，咋办嘞？还好，超能力有用，你说怎么用啊？你说到付款界面，然后看一下，随便点个东西进去付费页面吗？你卡住，就是卡在。付款界面是好，我直接推去，我直接卡后台，是最后一个了吧？还有。我148欸，所以我等一下下去把付款界面好。149，我差一个，哭啊！好啦，先这样子吧，感谢喽，咱们回家。好了，我去尿尿，等我一下，我还在看。
我回来了。还要跑吗？鱼，我们都灰了哎、欸。好了，回来了。就是喜欢这样的单纯。白痴啊！又不吃手熟的图。好完了，那我挂在这边吧。好诶、欸。傻乎乎的，超级的天真。好种图吧，啊，其实画自己，我画自己真的是很随便诶、欸，因为好懒得，怎么说，就很懒得把自己画得很好，还怎样？嗯，头歪了，这样，到这里，搞了，这样，啊，粉可爱，我粉可爱，报告老居，你成功了，感谢你关心，哎呦，有哈，成功了哈。你在私下刷啥？光遇啊，光遇。我那天跟诺音说，哎、欸，你真的不知道开什么话，你就开这个吧，这当聊天台也不错。啊！哦，好酸哦。好了，好，休息一下。上瘾，我其实之前我的手游，我的手机游戏一大堆那种点击放置类的。然后之前有一个游戏，我是玩到全服前15名，那时候没有，我只有氪那种每月的礼包而已。然后那时候就氪那个玩到前15名，之后我换了，我从旧的手机转到新手机，那个游戏就再也打不开，我就很难过。用手机会比较快，用手机会比哦，用手机会比较快，还是用手机会比较快？因为怎么说，手机比较快吧？你是说把嘴唇放在荧幕上，然后这样东西吗？等一下哦，切画面旁边都会白白的。啊、怎么上面会有这种快捷力啊，白痴哦、喔！好了，这声音让我想到猴子射气球。哦，对啊，我有找诺音玩，可他好像意愿没有到很强大、啊。以前有个养老鼠或是养泥鳅的声音，什么声音？好，我们来抓长吉大兜虫，抓到我们就下线，就关台。小，我想买呢，我真的想买那个
那叫啥？那个叫啥？宝可梦。我刚刚差点是讲说什么河道国四无双在观台啊，不可能。哦，柯林。究竟会是谁呢？我们的露营地的人会是谁呢？有狐狸商店呢，我去看一下。我会微卡是正常的，因为我电脑也会卡。宝可梦 Switch 的，对啊，就那个最新的那个啊，金钻珍珠还是什么的。你要去吃饭了，好。啊、不好意思，打扰了。抱歉，抱歉，抱歉，打扰了。杰克，我还好哎、欸，我真的对杰克还好。哎、欸，米娅，你看，怎么开啊？看左边。兔子，兔子，兔子，兔子。它是耳朵比较尖的兔子啦。安安健身回来了 ，Hello Hello。有一只叛徒，没有，它是剑。哎，真品哎。这只嘞，真品哎、欸！那、啊、这只是不是啊？看不出来、欸。好，我买，我没有钱。货到付款嘛，那我先付款的啦。不完全是真品，可是那个是真品啊，他手上没戴手表。赝品的话，手上会戴手表啊。你看刚刚说的，刚刚说的水母，我去拿点钱，等我一下哦、喔。靠，哭啊！十点了，哇！我只能从地上拿钱了。居然变动身了吗？等一下，等一下就换了。嗨，孟娜，一款。啊，好希望我的户头有这么多钱哦、喔！这当做我的生日愿望，会不会太超过了？最喜欢的岛民是谁？我最喜欢的吗？就是啊，米奇哦，就是啊。好可爱，布布。最喜欢这只。沉思者没有赝品的样子，我也记得他没有啊。但是我只能买一个哎、欸，我觉得紫铁饼还不错啊，可以看到小鸡鸡哎。4000万，啊没办法，因为
因为去年的七八月是甲虫季啊，那甲虫随便卖都有几千几万块、欸。哎，我来买了。好的，买喽。好，拜拜。然后后来想想，如果我有这么多钱，那我们这边的币值也一定很贵吧？买个 MM 巧克力，可能就要五千，那个不是五千万啊，还要两百万这样子。啊！你看，你看，你看，多漂亮！多漂亮，多漂亮啊！哦，好喜欢长颈大兜虫。大概就是这一只蓝花螳螂，在哪？头上长角的蟑螂啊，不是啊，萤火虫也是屁股会发光的蟑螂啊。这团团的团团店的月球。象鼻斗，象兜虫，太小。黄鹅的吗？黄鹅我还好哎。谢谢。鬼丘行虫，哦，真烦。黄鹅就超级大只，我这，我黄鹅有做吧？我去看一下。黄鹅不可能不做啊，那么大只，看跳蚤就这么大了。蜜蚊子，掉了，修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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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打架，气不孤哎，气哦，那气什么？那这边还有一只，我真的没做黄鹅的，冷面春象。太气了吧！操了！我第一次看到生气耶。
声音啊？鬼车行虫，有彩虹吗？我完全不敢上去看，我倒闭怎么断关？哎、欸，我最近上线一直看到我的房子里面只有蟑螂，你看一下好了，踩不完的蟑螂。你的岛比我好看吧？有啊，有蟑螂一定有啊。你看，蟑螂。唯一抓不起来的虫。我现在是因为那个长吉大兜虫九月就没了，偶尔上来抓一下它。逐渐收集完这款游戏没动力了啊！你那个嘞，新的夏日的东西你有来拿吗？礼拜日，看看呢，礼拜日的东西你有拿吗？杂物吧，等一下哦，赶紧掉哦，赶紧掉，赶紧掉。哎，他在哪里呀、啊？物件，就是有棉花糖啊，冰棒啊。哎，在哪里？棉花糖冰棒在哪里？有食物系统，有啊，它有棉花糖可以吃。找不到哎、欸，啊，这里冰棒，然后棉花糖，可是就舍不得吃啊。我们先去抓长脊吧。这是什么古早味游戏？没有，这是过气游戏。吃三次就没了哦，那真的舍不得吃哎。啊，怎么没有虫？有这些东西吗？是这个月才开始出的新的夏日活动，有棉花糖、冰棒，你就放地上蛮好看的啦。我这边真是废墟，天哪、啊！不能堆叠，真的很烦。可以再买啊，商店买不是吗？可是跟狐狸商狐狸摊位买的时候是用抽的啊。酱豆豆。奇怪，怎么都没有虫啊？阿总，你还在？哇！
不是啊，他一直抽东西，整理很烦哎、欸。到了社队十点半哎、欸，等下把你们拉去诺英马子台。没钱买动森，没事啦，现在应该很多便宜的动森可以买，因为大家也都退坑了，很多实体卡都有在卖了吧，不知道，动森真的很杀时间。哎、欸，海扇掉一下，掉一下，我现在只是在盯，我想要盯到十点半，然后把你们抓过去。呀，你怎么不走啊？大毛，大毛，你是谁？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长颈鹿哦哦，是你哦，我们可不可以在十点半前抓到长颈大兜虫呢？花金龟，花金龟，我有一次在剪片的时候打开动森，当 BGM 在剪片，动森的歌真的很适合，真的很好听。随缘安 ，Hello Hello。可以的啦，我也觉得可以。可是有个，有这一只，就是宝石金龟，在前天吧，那时候一次抓到两，还是哪一天？结果隔天更新，我直接按强制更新，记录不见。反正身上是三只宝石金龟的。初见安安，你是不是有动身？不是动身，光遇好友那个边缘人。带几只就有了，没事啦，反正到月底还有十一天，可以慢慢抓，尽量抓咯。我本来是想说，抓到长颈大兜虫来打个日麻好了啦，看来他很不想让我玩。多少钱？你说这一款吗？我不知道欸，现在多少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动森退潮的时候，那时候有动森加主机，这样一次卖，然后动森加主机加什么萨尔达，那时候有人就这样一套卖下一万块吧。你没有玩光遇哦，感谢你，
感谢你没玩光宇，没有啦，因为有个叫做边缘人的叫我这样称呼他，我以为他是你，抱歉了。看，啊这边还有一个海天使，对我来说很贵，工作啊。你要知道，现在一台机子也差不多快10000块。才鸟啊，是讲到日麻你才会出现啊。我今天准备个钓竿，然后钓竿上面绑一个纸，纸上面写日麻。等一下应该就睡着了吧？今天没睡到什么。哎，我很认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早一点，真的是开干爹厂，不是干爹杯，又是干爹的厂。就我会把房间密码打在 DC 群。哎呀，那个像如果没有 DC 的人，就少这个福利了。首先就是干爹才能进来，那再就是。要进 DC 的才能玩，这样子。我是有很认真讲这件事情，可是认真归认真，但实际操作起来我又怕有点麻烦。蚊子。蚊子也能抓，可以啊。白痴哦。冰沙，孟安安，你好，你好，快关台了，快关台了。哎呀，没面子。对，阿坤都这些。哇，玩 PK 的比较好哦，玩这个在干嘛？天哪，我在干嘛？要遇什么遇不到？翻车鱼，有蚊子，赶不走，好，不行跑，要抓。不抓的话不会生啊，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呢。不要一直抽，
那真的没有办法呢。但你干嘛？开麦啊！嘎，我的耳膜，我的耳膜。妈，真的吓死！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房东跑来敲门，说我隔音太差。我真的没有办法，遇到啦。好了，28分了，估计是真的没有了。要不要关台后抓到？我气死！大概什么时候关台？在2分钟后。我在等诺英跟麻子开台，要把你们带过去那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继续掰手腕。他们那天闭着眼睛，很有画面的在两个女生在那边叫来叫去，很棒哦。我快没力了，我快没力了！说你快下去，你快下去，你快下去！3000块。长庚初号机的台应该免疫了吧？不是啊，是突然出现一个恶龙咆哮。好像很香，很香，超香，香死了！不是，是真的。你问那天有在场的人，就是他们那天叫叫就是这样叫。等起来。真的啦！你问那些挂樱花的。哎，好了，10点半了，我把你们带过去了哦。哎呦，看一下哦。票字当前。这个是诺英的然后这里是麻子的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哦、靠感谢各位啦那我们明天开的几率不高啦可能又睡死了吧这样咯感谢各位啊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等一下哦风声先关掉。好死了。好啦就这样啦各位晚安大家拜拜咯。我们隔壁见啦。